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莉琳。大家知道毛小孩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吗？在2020下半年，全台犬猫的数量已经正式超过小孩的数量，这代表毛孩已经走入了家庭，成为很多人家中重要的一份子。但是毛孩可以陪伴我们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年，很快呢就会面临各种老化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研发了毛孩大师系列，给毛孩最专业的守护。毛孩大师呢是由宠物营养配方师、兽医师及营养师等专业团队所研发，秉持着均衡补给、机能调节、安全温和的三大指标，以人食等级的高规格要求，开发出让毛孩更健康、让饲主更放心的商品。除了添加独家专利成分微型原效 D72 优先启动毛孩保护力外，更是针对毛孩不同的机能精选优质的营养补给。不止全产品经过 SGS 安全检测，连在包装方面也选用经过检测的食用级包装，采单包装形式，让饲主好期待，零污染，也能更精准的掌控用量，给予毛孩最适合的营养保健。皮肤问题呢，一直都是毛孩面临的最大挑战，尤其是像台湾这么潮湿闷热的天气，更是让毛孩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，导致瘙痒啊、异味、脱毛的情形。特别是毛发较长或者是身体皱褶较多的毛孩，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严重。每次遇到这种状况，真的是会让毛孩的爸妈感到非常心疼。因此我们毛孩大师肤毛专科量身打造三阶段营养，帮助毛孩调理皮肤困扰。第一阶段，独家抗氧化专利微型原效 D72。 为什么我们要开发这个专利呢？其实不少毛孩的主食都是以干饲料为主，但是你们知道长期食用干饲料反而会造成毛孩的健康危机吗？饲料的制作过程中，它经过了高温膨化，会产生许多自由基及糖化物质，而这些物质累积下来都会影响毛孩的体质。因此我们开发了微型原效 D72， 严选胚芽米米糠、植化素及合生素，经过多次发酵萃取其中的抗氧化活性物质，帮助毛孩抵抗糖化及氧化危机。除此之外呢，还能帮助维持免疫力，避免生活中有害物质刺激皮肤，双向养护毛孩的肠道力及抗氧化力，为毛孩打造黄金体质。第二阶段，添加双重必备营养离氨酸及小分子生态，小分子形态的营养补给呢，更能增进抵抗力及肌力。第三阶段呢，则是针对问题部位添加了机能营养，除了基本的基底营养，像是水解胶原蛋白、蓝藻萃取及酵母锌，有助于皮肤组织蛋白质的合成。2024年呢，毛孩全新升级，额外添加了专利食益菌及鱼油、益生菌的特殊包埋技术，能让我们的活菌直达肠道，从源头调理敏感关键。而浓缩鱼油呢，能让毛孩补充优质的脂肪酸，及时启动敏感舒缓程序。鳖蛋粉内含的丰富营养，则是亮丽毛质的关键。因此，拥有三阶段营养的肤毛专科，能够帮助毛孩打造健康的肌肤与毛质，维护肌肤屏障，缓解皮肤困扰。2024年，我们不只把毛孩大师产品升级，更希望能让毛孩的健康大跃进。我是营养师莉琳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毛孩的健康。健康多一点，陪我久一点。毛孩大师 4CAT Master。